林可家族。小林玩具，小林，小林，哦，林妮，小林，我也有了家，有了挎包，还有漂亮的发带。哇，你在哪买的？好漂亮啊！这都是我做的。真的吗？我也要做，我也要做。这个非常简单。这个是玲玲给小林的礼物。哇哇，太好了，谢谢你玲玲。那我们就赶紧一起来做小林魔法世界布布乐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今天呢就跟着小林一起来做四款布布乐。那这里呢我们准备了小林抱枕。哇，这个是小林公主的样子哎，然后这个呢是蝴蝶结发箍，这个呢是哇哦玲玲挎包，这个呢是玲玲爱心屋，每一款都非常可爱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小林抱枕开始做吧 ，Let's go。哦，这个呢是可以为我们的小林呢做一条非常好看的裙子，然后呢它的操作步骤呢都在后面，一步二步三步，哇，这么快就可以完成，赶紧做起来。我们的这个组成呢也非常的简单，感觉呢会很快完成呢，很可爱耶，哇，软绵绵的。抱起来不错哎，这边呢还有刺绣的小林，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做布布乐的道具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小碎布了，哇，就用这些呢碎布来给小林呢做一条华丽丽的长裙吧。那么裙子的配色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不过呢如果实在是没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参考这边的一个说明书配件表，一跟四的部分呢我们桃红色的，然后呢二是黄色的，三呢是有点亮片的这个，然后五六这样呢都是有这个编号的，五跟六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数字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呜、哦，哦，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的？五、哦，五、哦，五、哦，哇，这边呢还剩三块，哦，这个真的非常简单。那我们的一号部分呢就已经都完成了，然后是二号，刚刚说了，二号呢是这个黄色的布，那也是绒绒毛呢朝上。哇，这个亮片纸已经做好了，好漂亮啊，而且真的超简单超治愈，说真的我觉得这一款我非常满意。哇，我要接下来做下面的第四。哇，好漂亮。六号是白色的，噔噔噔噔，加，完成。哇，刚刚呢给我们的小林做的长裙超级满意的，现在呢又要来挑战做这个玲玲爱心屋，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把我们的布布乐呢坐上去吧，这样转一下，戳进去，转一下，咚咚，小碎布呢已经全部都戳进去了，接下来这边还有呢四三这样子的，然后看着这个图案，这边呢是三，贴上去门，然后这个是小屋的窗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窗户，哇，爱心小屋呢已经完成了99%了，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用这个小小的贴钻呢我们布置一下就可以了。最后一颗玲玲的爱心屋也完成了，那我们再接再厉做一个玲玲挎包吧，最后呢再把它的五官贴上，嘟，玲玲挎包完成，嘟嘟，玲玲，你看，我全都做好了，谢谢你的礼物。
对吧？好了，今天呢就跟着小林和玲玲呢一起来玩乐布布乐，怎么样？大家觉得好玩吗？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